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众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众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众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01页第一行第二个字开始，论注：摄微妙语。坛鸾大师为我们解释微妙，出有而有，这叫微。啊，出有者，出三有也。论注又说：无语故，非欲界；地居故，非色界；有色故，非无色界；净土，非三界所摄，出于三有啊，故曰出有。而有者呢，净土之有，以一尘怨海而有，立四句，超啊，立二遍，超四句，出有而有故，故名故有为。啊，微妙两个字。那么三有就是六道轮回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昨天呢没有学完，我们还是从第一欲有从这看起。欲是说欲界天人修罗畜生五鬼地狱，过随其业因而受果报，故名欲有。啊，欲就是五欲六尘。啊，人有自私自利，有贪嗔痴慢，有七情五欲，这都叫欲有，这个离不开六道轮回。把这些全放下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欲界的天人为什么会到人道来？
会到天道。啊，总有个原因的。这个因就叫做有。你有这个因，所以感得果报。啊，欲界天地因是上品摄善业道。啊，摄善业了，修得很圆满。再加上四无量心。啊，这个属于欲界的天道，欲界天。四无量心啊，就是慈悲喜舍。啊，慈，欢喜别人呢，离苦得乐。欢喜别人呢，成就好事。啊，好事是利益社会，利益他自己一家。啊，要把利益社会大众啊摆在第一。啊，利他自利。如果自利摆在第一，利他摆在第二，大概都是人道。啊，天道不容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量不大。起心动念没有把自己忘掉。啊，与天道就不相应。这些因果不能不搞清楚啊。我们干的些什么事业是升天的事业，无论哪一行，连讨饭乞丐啊，他讨得来的一点东西啊，看到别人还没有，别人挨饿不如他，他肯舍己为人，把这个布施给他，这都是升天的因。啊，别人的苦难就是我自己的苦难。别人受苦，我也受苦，先人后己，这是升天。先己，再还有多余的救济人，这人道。啊，不设了人间的富贵。如果只是利己，没有利人，那人道得不到。到哪里去了？三恶道去了。做得太过分。地狱道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，你造哪一道的业，你与哪一道感应，不分贵贱，不分贫富，人人有份。啊，看你做的是什么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留意啊。啊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，家庭好，事业好，一切顺利。这都是属于欲望。啊，欲望怎样获得？是属于正道。怎样获得？是属于非正道。
啊，写道：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要走正道，走直道。啊，愚痴的人、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们走邪道，走弯曲的道。因此，教育就非常重要了。要接受圣贤教育，我们能够辨别邪正。啊，我们能始终守住正道。正道于自己不利，邪道于眼前的利益可得利益，我也不信这个道。眼前的利益，再大的利益都是小利，不是大利。只能利益当前，往后很难讲。啊，来生呢，那更难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只顾眼前，不顾往后，这是巨大的错误。古人说，聪明人有前后眼呢。前后眼什么意思？他能看出前因后果。我现在所受的，是我以前造的因；我现在所造的，是将来所受的。啊，所以，从我现在受的，我了解我以前造的是什么因，从我现在所造作的，我知道将来要受什么苦。啊，这些因果细说，我们编了一部书，注经佛说地狱纪要，在大藏经里头有20多种经论，佛讲地狱业因果报的事情讲得很详细。啊，10年前江老师讲地狱变相图完成，我突然想到这种事情。啊，江老师画地狱变相图，依据道家的玉历报仇，完全讲因果报应，讲十殿阎王，啊，讲地狱的状况。这幅画画成，我非常欢喜，帮助他流通。啊，10年前的事情。啊，这一张画功德无量，让不少人看了之后回心向善啊。这就是救人，把地狱人救出来了，那他不再造恶了，他回头了。啊，但是这幅画的遗憾，国度画出来了，因有一些地方啊没有说清楚，到底是什么业因，受这个果报。
我们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定法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是活的。楞严经上说的最好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千变万化，万化了，根据什么？根据人的念头，念头善就现极乐世界，念头不善就现三途地狱。啊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是乱世，啊，大家都清楚，史无前例的乱世，啊，过去历史几千年来，中国外国没有像现在这么混乱，啊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啊，给我们在生活上带来不少便利。啊，但是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。啊，正负两边都有。似乎负面的胜于正面的。啊，于是有一部分的人开始觉悟。开始怀疑了，那科学对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好处？啊，有些人说是有好处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这些话都真话。啊，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了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对父母、对祖父母那种亲情没有了，兄弟之间的友爱没有了，朋友当中的互信没有了。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。啊，科学技术再往前推进，我们这些东西再往后退后，退到低谷，那到达什么地方？是毁灭。那就是地狱。啊，所以古老的传说，地球上5-6万年之前，有一个斯特兰提斯这个国家。啊，科学技术非常发达，好像还比我们现在超越阿特兰提斯。啊，可是最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整个沉到大海里面去了。啊，也是伦理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全没有。
啊，现在社会状况跟那个很接近。啊，所以有人怀疑，我们现在这个大地会不会沉到海底？中国古人所谓的"沧海桑田"，彼此交互啊。桑田沉到大海。大海浮上来变成桑田，啊，科学家相信这个说法，啊，佛法讲的是业力的变化。就是善恶念头的变化。地球上的居民，起心动念都是善的。啊，所谓善，标准是跟性德相应。啊，性德是善，不是恶。人心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啊，可见的善是性德，恶不是性德。自性里头没有我从哪里来的？我是假的，善是真的。啊，我是迷失了自性。产生了一个误会，从这个误会里面生出来。啊，误会就生出许多杂念。啊，妄想，与自性完全相违背。宇宙的发缘起，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。过去认为这是迷信，是神话。现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啊，科学发展400多年到今天，宇宙之间。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科学说的不错，是有这三种。佛也是把它归纳这三种。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。为什么会有？它从哪里来的？什么原因而有？经过什么程序而产生的？这科学问题啊，现在不断的逐渐逐渐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对于物质现象可以说解密了，这个神秘被揭穿了，念头变现。念头是能变，物质是所变。啊，这是科学家的结论。那么念头从哪里来的？什么原因有念头？这个还没搞清楚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许许多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10-20年之内可能被发现。
佛法跟我们讲宇宙的本体就是自性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能不能找到本体？他们真的在找。哲学里头有本体论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没有结论。佛经里头有，啊，本体什么？本体就叫做自性，本体也叫做涅槃，本体又叫做真如。在世尊49年讲经教学当中，把这桩事情说了几十个不同的名词。啊，我们要问，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？这是佛的智慧，这是佛的善巧方便，告诉我们不要执着。名词都是假设，假设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执着名词，以为它是真的，就大错了，这就迷了。啊，佛这种方法，无非是叫人破执着而已。用意在此地，只要你知道是这样这桩事情，你叫他什么名字都可以。啊，我们死了，来生想再得人生，要把人做好。人的条件是什么？中国古人先人圣贤所说的无能无常，你把这个做到了，就不是人生啊，来生还得人生。如果好好的修，来生比这一生更好。啊，如果你修的功德太大了，这个人间没有，没这么大的福报，那你就把你积到天上去了。啊，欲界的死亡天、逃离天。啊，夜魔斗帅，通通都是修的大福报。啊，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大的福报的环境，所以就请你到天上去。啊，天人修定。禅定修成功了，他就不在欲界，他到色界去了。色界有18层天，换一句话说，色界天人修禅定的等级啊，前身有18种，定功越深，就越往上去。啊，没有定功，你不会升到那边去。他跟你不相应。啊，欲界上面是层天，叫空居天。啊，逃离天、死亡天是地居天。啊，他们在地面上。啊，地面上也是最高峰，他们在山顶。逃离天在须弥山顶，四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，这一般。
啊，四空天是在四禅天的空中。啊，不是在我们的空中，四禅天的空中。这是娑婆世界最高的一个地区。啊，所以不修不行的。啊，下面人道的阴影，中国人讲的无能、无常、四维八德，这是人道的阴影。我们这一生能够发愿坚守啊，这四颗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四苦啊，来生决定在人道啊，在人道里头有富贵是你修得来的啊。过去生中修是这一生的因，这一生的造作是缘，因缘聚会果报现前。啊，我们的因是善因，我们的缘现前，现在要行善。言善啊，行善，身口意三业与三归五戒十善沙弥律仪相应，我们不是人生啊，现在呢？现在得到安乐啊，纵然不是大富大贵，生活上衣食住行样样不缺，就是修来的。啊，佛法给我们讲的三世是满意啊，丰富我们这一生的生活，这叫满意啊，才不是财富不缺啊，无需要多，不缺就足了。啊，发布是智慧增长，这个很重要。智慧增长不迷惑，不会颠倒，不会做错事情。啊，无为布施，无为布施是慈悲，对一切众生，帮助他拔苦与乐。啊，这就是佛陀教育的宗旨，佛陀教育的目标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你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。设方三世，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热心教化众生。
不批不言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三种布施全都落实了。啊，你教学要财布施。啊，那么有财啊，身体、智慧。啊，智慧跟身体叫内财，不是外财。内财布施的果报超过外财。啊，外财我是没有自己没有参与啊，别人做，我拿钱呢，不是我自己做啊，他带我去做。啊，带我去做，带我去做的人的六分功德，那我呢？我只有一分功德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带我，就没人做了，自己不想去做，没功德了。啊，花了钱的时候得一分功德。啊，用护持道场的人，有人是用内财布施，我们的义工，啊，到这边来服务的。他们到这边来，七分功德都得到六分。那么那一分功德呢？哎，创办这个协会的人，要没有这个协会，他就没有地方来做义工了。啊，去创办协会这些人是他们的缘。啊，创办协会的人，一切功德里头，他得七分之一。啊，真正在做义工的人，他得七分之六。佛法非常公平。佛法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呐！啊，无论是内财布施、外财布施，总是多多益善的。啊，全心全意去做。啊，有多少的力量就尽多少，佛法就兴旺了。啊，佛法兴旺，你的福报就大了。如果佛法衰微了，你的福报就很小。不是没有功德，功德小。啊，兴衰的气象。啊，看这个道场呢，做些什么？如法不如法。如这个道场，上下，啊，领导跟被领导，一团和气，这个功德太大了。啊，这是护持正法，道场是正法道场。道场正不正，看人。
人证、法证、道场就证。人要不证啊，道场不证，挂的招牌是佛的招牌，是帅呀，不是兴旺。啊，他帅到什么程度？彼此不和就帅了。啊，就是把六合敬丢掉了。啊，把三规五戒十善六合敬四摄法丢掉。这是假佛道场，不是真佛道场。我们要认识啊，真佛道场决定有这五桩事情。啊，有三规，有五戒，有十善。有六合敬啊，有六波罗蜜啊，我们敬宗在这个时代特别提出三福啊，为什么不明三福，后面全就没有。衰退了，三福是根呐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，这个根比什么都重要。只要守住这个根，依教奉行，佛法传上十万年都不会改变。那三福里头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了，这是根啊。啊，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就接受佛陀教育，前面第一条不是佛陀教育，啊，前面那一条是世界上各个族群做人的基本条件。啊，所以整个世界，无论是哪个族群、国家，乃至于宗教，它的根本都是这一条。啊，你看看所有宗教经典，哪个宗教违背这一条的？啊，孝亲，有没有说不孝父母？啊，尊师，有没有叫人不尊重老师？啊，慈悲不杀，哪一个宗教叫你杀人？叫你杀害众生？没有的。啊，十善是叫你做个好人，做个善人。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你做好人，做善人。所以这一条，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。
有了这个基础，这个根本，你才能接受圣贤教育。啊，那么这里是讲的佛陀的教育，也是用这个做基础。啊，把它摆在三福的第一福，这个做到，这就有福之人。这个人决定不会堕三途。啊，那么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三规。三规天天都要做。啊，一次不就够了？怕你忘掉了。三规是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啊，时时刻刻要提示，不要忘掉了。啊，真正是个佛弟子，早课晚课。最简单的，啊，实在工作非常繁忙，没有时间，啊，早课在佛前打个三跪，晚课也是个三跪，啊，这最少的三跪就是决定不忘记，佛教给我们，觉而不迷。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，啊，佛是觉的意思。皈依佛翻成中国意思，皈依觉。我这一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觉不要迷。这第一条啊。第二条皈依法。发梵文叫达摩，意思是正啊，正知正见，我们思想纯正，没有邪思，没有偏见啊，不偏不邪，这叫正。总纲领的啊，皈依僧，僧是清净的意思，就是六合敬。啊，僧的意思就是六合敬，遵守六合的这个团体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住，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。啊，四个人在一起遵守六合敬叫僧团，清净不染了。啊，我们念早晚念三皈依。三皈依这个文句啊，皈依佛而作尊，这个二是智慧福报。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学智慧，学福报。智慧福报圆满了，那个足是满足，就是圆满了。啊，佛讲智慧讲福报，它是一个修道究竟圆满，所以在佛会里面佛是最尊贵的啊，他得到是真正的大圆满，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好样子，我们要向他学习啊，跟他一起学习。
法就是佛的教诲。佛一生教学中心的理念是什么？正知正见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，不偏不斜。正知正见，这就是佛。第三归一生，生就代表六合敬，代表清净，代表没有染污。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佛法。佛就是教这些。天天早晚，大众在一起聚会，先念三皈依，人心都平。人心都清净，这个会才开得成功啊！佛学佛的人都能遵守，遵守这些纲领原则，和睦僧团。佛陀在世，大家都听他的，没有意见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个团体一团和气，所以他兴旺。什么叫衰呢？这个和睦的气氛没有了，就衰了。好像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个人教，学生几千人跟他学习，以世尊为中心。跟随佛的学的这些人都是佛的学生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跟兄弟姐妹一样，一团和气，兴盛佛灭度之后了，每个人接触佛的教法，个人有个人的成见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想法，想法不一样，彼此不服，怎么办？立宗吧，所以就许多宗派出现了，这就衰了。宗派虽然出现，还算不错，大家都承认。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提到佛，大家虽然意见不同，也勉强，不好意思再争了，衰相没有佛在世那么样的温馨的，那么样的团结，那个现象没有。所以分作这么多宗派，你看现在这些宗派谁都认为自己最大，自己是真传，别人都不如。由这些争论呢，
就摔到基础了。啊，所以自赞回答，我这个法门好，别的法门比不上。我叫大家修我这个法门，排斥别的，这个错误。劝大家修修我这个法门可以，不能排斥别人。啊，世尊已经给我们做出样子。华严经上最后的五十三参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五十三个派别。啊，但是这些派别还算不错。啊，是衰，没有衰到极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派别自己谦虚赞叹别人。华严经最后一招啊，说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重大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。佛陀在世，大家根性不相同，有佛的智慧，有佛的威德，同意了啊，大家都没话说啊。个人体会的，听佛讲解，个人体会，个人理解，个人得业，都不一样。有人在这一句得利益，有人在那一句得利益，怎么会相同呢？啊，他在这里得利益，就是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在这里开悟的。别人在这一句上开不了悟啊！啊，六祖慧能听经阿经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开悟了。那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我们说啊，我天天都念着，那不开悟啊，啊，根性不相同啊。啊，所以佛经上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好，释迦牟尼佛自己比喻，说佛是大医王。啊，这么多来看病的人，佛一个一个给他处方，那就是不同的法门，哎。他用这个处方，他都好了，药到病除，啊，换一换呢，换一换就去出路出乱子了，啊，不但治不好病，可能把病加重，甚至把命都送掉了，啊，根性不相同啊，佛有这个能力呀，鉴别众生不同的根基，同样说法。让他听了，他能够体会到，他开悟。那一句话的时候，那个人听到了，他能开悟。佛有这个本事啊。后来弟子不如佛，菩萨比佛次一等呐，阿罗汉比菩萨又次一等。啊，凡夫怎么样也比不上阿罗汉了。这世世代代长传沉传，能不传错吗？啊，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。啊，守住原则，知道通通是一家。啊，守住自己的法门，赞叹别人的法门。绝对正确啊！这是华严的精神，华严的教学啊，乃至
不同的宗教，我们对其他的宗教尊重它，赞叹它，绝不批评它，我们自己谦虚。不同的宗教在我们理念当中都是一尊佛，一尊佛的化身。普门品里头、楞严经里头都说得很清楚，应以什么身度化，就现什么身；应以佛身度化，就现佛身；应以菩萨身度化，就现菩萨身；应以基督身度化，他就现基督身；应以阿洪身度化，他就现阿洪身。那么这样一说开来啊，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圣贤，都是佛菩萨变化所作。一个人呐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我记得有一年在日本访问，我去看中村康隆老法师，我跟他见过三次面。他老人家103岁过世了。第一次我就看他，他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我听了很欢喜，我接受，我赞成。中村老和尚没有说错。那么他知道我接触很多宗教。在搞宗教团结。鼓励我。他的徒弟桥本。中村老人过世，现在这个道场桥本主持。传给他了。桥本那一天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我们老和尚今天给你讲的这句话了，他一生从来没说过，我们没听他讲过，为什么跟你讲这句话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个人语言不一样。”他看到我讲这句话，分量很重啊！在日本声望最高啊！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说世界什么时候和谐？世界上的人都有这个意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世界就和谐了。世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疑就没有矛盾了。什么问题都化解了。要怎样让世界人都有这个概念？那就是教育。什么样一种教育？宗教教育。各个不同的宗教认真学习。学习到最后肯定神只有一个真神。这一个真神有智慧，有神通，会变化。那一个族群的人
他们想要哪一种神去教化，他就现什么样神，神的神。他自己没有意思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楞严经上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啊，随心应量。啊，所以我们肯定真神是一个，我到哪一个宗教都拜他们的神。啊，为什么？我知道这是佛的化身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真诚恭敬。啊，那个宗教里面的人信徒看到不反对啊，欢喜啊，那法师对我们的神呢、啊、礼拜啊，磕头啊，他们欢喜。那、啊、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每一个宗教大的活动我参加，啊，我跟他们一起做礼拜。啊，所以我们提出来宗教是一家的概念，我原先还以为要辩论，哎，结果这十几年的时候一次辩论都没有，大家都接受了，都欢喜接受，这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啊，接受是有早晚不同。啊，大多数的宗教大概在一年就接受了。啊，我在新加坡，啊，基督教是最后三年结束了。啊，结束之后确实他心量脱开了。啊，能主动的帮助别的宗教。啊，我看到有一个牧师，应该是他私人，看到别的宗教做慈善事业，啊，资金不够，他拿了10万块钱供养那个宗教，让这个事情做圆满。10万新加坡币，很不容易啊！那我们大家看的欢喜赞叹。所以宗教要互相尊重，知道是一家人，啊，是我们自己教里面的佛菩萨，在那一个宗教里头实现，啊，那个宗教说是我们宗教的神，在佛教里面实现做佛菩萨一样的，一点都没说错。啊，那么宗教与宗教之间团结，用什么做基础？做核心，那就是爱。没有一个宗教不说爱的，神爱世人，上帝
爱世人。啊，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佛教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所以宗教能帮助我们来生到天道。如果跟利的有这个缘分，遇到佛教，真正能用心学习，遇到净土法门，不但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而且能一生成佛。啊，净宗法门提倡的是一生成佛，啊，也叫当生成佛，就这一生当中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宗教团体里头，如果遇到内部不团结、内部分派系、内部斗争，这就摔到基础了。啊，距离灾祸不远了，灾祸会叫他毁灭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起哄啊，就是内部不团结，内部斗争的，啊，斗争不外乎争名夺利，啊，方丈住持，这出家人真的。啊，执事，三个纲领执事，首座和尚管教学的，好像没人在。啊，建院。那是总管，管总务的有人在。啊，智可管外交的，啊，管接待的，这有人在。啊，只要里头有争名夺利，这就摔到基础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回归到团结，回归到六合敬。啊，佛法不能分家，分家到基础，同一个宗派。我们净土宗啊，各立门户，自赞回答，互不往来，同行相济，真信徒啊，真供养这是现前社会，这种现象很多，
所以我们讲到善友感慨万千呐。我们今天干的什么？干的是善友业，能不受善友果报吗？啊，第二色有，为色界四禅诸天，有习修习有漏禅定，报三次天。那么色界修的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是从婆罗门来的啊。印度婆罗门教啊，他们是列入必修的课程。四禅八定修到最高的能证阿罗汉果，啊，阿罗汉所修的除世间的禅定，四禅八定是世间禅定，没出六道轮回。啊，有习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在人间天上修定，这个定要修成功了，他生四禅天，四禅天是有漏禅定。啊，他离开欲界了。欲界有六层天，他在这个六层天之上，啊，那么他把欲暂时离开了，啊，不是永久离开的。他这个定的功夫很深，时间很长。如果这个定功失掉了，也就是他寿命到了，定功失掉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的寿命是福报，你现在还有寿命，说明你还有福报，福报，你的福没享尽，福享尽了，你就走了。你就离开了啊！四禅天也如是，他禅定的定力能叫烦恼习气扶住不动，他把它控制住了啊！烦恼习气不起作用，所以他生在色界，不生在欲界啊，欲界的烦恼控制住了，不起心心。啊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啊，四禅总共有十八天。啊，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、修学的地方。所以他有清净之色，他们有欲，财色名食睡。啊，那么升天，天人，所有的天人都没有成慧。啊，三毒烦恼啊，这个先降伏了。啊，那么要修定，
要先学忍辱，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就是预备功夫。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能忍，他就不会得定。啊，他什么都能忍，所以他心是定的。啊，这个六波罗蜜实际上是有次第的。你看，第一个，布施叫你放下，放下之后叫你持戒，持戒之后叫你忍辱，啊，忍辱之后才能精进，啊，才能够得到禅定，啊，它有层次的。啊，也就是后面比前面高，啊，后面包括前面，前面不包括后面，啊，那么禅定前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统统包括在里头。啊，这叫做色有。最后一个叫无色有，为无色界四空诸天，由习修习犹如禅定，报身次天，虽无色之，无色之为爱，就是说，这个天呢，它离开物质了，物质是身体，它不要身体，身体麻烦。那么这种念头，我们中国老子里面提到，啊，老子说过，无有大患，未无有身。啊，老子说，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有个身体，他没有身体多好啊，多自在啊。啊，所以心想事成，真的有这个环境，有四空天，四空天呢，修四空定，所以四禅定加上四空定叫八定。它在四禅定之上，这个四层呢，没有物质的身体。精神的世界，啊，我们可以称它为灵界，啊，世间世俗讲灵魂，啊，他们是灵界，啊，他们的身体是无形的，啊，是没有色质，这个物质现象。所以，一随其所作之因呢，受其果报。啊，四空天从哪来的？从这些人有这种想法，就会有这个现象显示出来。啊，他们就居住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啊，但是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定功如果丧失掉了，他就会堕落。啊，会回到欲界来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六道里头打转了。佛说生死疲劳啊，很苦。我们接着看华念祖老居士下面的注解。楞住有云：无欲故，所以它不是欲界。这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欲断掉了，欲断掉当然它不是欲界啊，
那么他居住的环境在地面上，地局，他不是色界。色界天不是在地面上，在空中啊，所以他是地局，他不是色界。有色呢，他不是无色界啊。这就是古大德所说的净土非三界所设，跟我们这边环境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有三界，有界限，有障碍，他没有，所以出于三有叫出有，而有者呢，他有身。啊，但是他没有欲，那么色界啊，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地方，无论是人，无论是居住环境啊，这是有，它是以业尘蕴海而有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出来的，也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的念力啊，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释迦如来为我们介绍的这么清楚，我们有这个概念，我们有这个心想，我们有，我们就知道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，六道众生跟我们应该差不多啊，都有这个愿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所以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变现出这个境界。啊，弥陀的大愿加上一切往生人的念头、念力，所以离二边超四趣啊，二边有无二边，啊，执着一切法有，叫有边；执着一切法没有，这叫无边，这都叫邪见啊。在大乘法里头叫它做边界，两边嘛，空有是两边，无论执着哪一边都叫邪见。赵论曰：有无之间，边间所存，其实除中末二之道，两边都不能除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空有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着了，就着相啊。有无二边都不知足啊，知道有无二边都是假象，都不是实相啊。超四句，四句就是有无四句啊。第一个是有句，
为外道合计，即是计较。啊，比较。啊，我与五蕴之身，借由是名，这就叫有。啊，我的身，我这个身从哪里来的？色受想行识，和合而生。色受想行识也是有，都这有了啊，或者是色受想行识有，我没有，我是假的啊。虽然不着有了，它有法执，无蕴是法了。我没有，法有，啊，这种见解是谁呢？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身见破了，啊，身我破了，法我没破。那么第二是无，啊，外道了，或者他又是个错的观念，我与无蕴之身的皆无，啊，那么我与无蕴皆无，今天科学家知道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他还是执着。啊，并没有帮我放下，所以他证不了虚陀洹果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必须从心地上、念头上，我的念头没有了，无蕴的念头也没有了，这才行。啊，然后是有无的念头都没有了，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！啊，那么叫这叫无惧啊，无惧呢，着了断见。那第三个呢，也有也无。为外道余力上面两种过失，所以他又有七个念头，我与无蕴，亦有亦无。啊，这个多在有无相为。有，啊，就不是无，无决定不是有，有无是相违背的，是相对的。啊，怎么能说亦有亦无呢？最后是非有非无。啊，非无非，非有非无也不能成立。啊，所以立非有据，故即我与无因非有非无，在有成戏论之间。这个戏论就是没有意义。啊，不是事实真相。那么事实真相怎么样呢？事实真相这四句都不能成立。啊，这个地方前面这个举的是有。啊，后面又举个例子，常无常。啊，然后你再用这个例子推广到一切法，
生无生。啊，一切现象不离四句，四句不成立，这个法怎么说？所以佛为我们说一切法，是高度智慧。不容易啊，不可说佛说出来的。佛怎么说出来的？佛是无说而说。我们不知道啊，无说而说。然后告诉我们，说而无说，所以我们要说佛说法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这叫谤佛。为什么？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一个字。那说了49年，怎么说没说呢？这就是说而无说。你能懂吗？无说而说什么意思？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怎么说？我们去敲钟，去敲鼓，我们敲了一下，回来响，声音响了，听到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无声而有，他没有通过思维想象。啊，我们提个问题问佛，佛马上回答了，他有没有跟我说？没有，他没有思考，他没有说你这个问题我想想我怎么回答你，没有，就像敲钟敲鼓一样，自然而然。这个境界是我们没有法子体会的。啊，佛现象。无相现有相，有相就是无相。啊，说有无不二，都是废话。你心里真正清楚，有缘就现。没有缘就不行啊，有缘现是非，不是真有。没有缘不现，不是真无。啊，这是自信，自信微妙到基础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有个真谛现象，就是不可思议。你真正做到不可思议，你就见性了。这话你要记住。我们为什么见不了性？就是有思有意。啊，思就是我们有想法，殊不知道想是错误的，不能想。我们有个说法，殊不知说也是错误。事实真相说不出来，啊，不能想象，佛教我们想；不能言说，佛能为我们言说，所以这叫妙法了，这叫微妙的基础啊。啊，所以佛是教导我们，立四句绝不废也。你自然明白了。
啊，自然成就了。这里立而变，超四句，出有而有。啊，出离三界，它有色身，它有身。这个色身跟十法界里面色身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个色身凡夫见不到，它在不在？在。啊，虚空法界处处都显示，所以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他怎么不在呢？啊，但是现与不现，我们都见不到。有缘的人见到了。啊，缘是什么？缘是心想。我们心里常常想佛，那个想定在一处就起作用，就感得佛现身，乃至于为你说法，啊，都要达到基础作用就现起。啊，为什么有人想佛见到了，有人想佛见不到？个人语言不同，语言在个人自己这一边，不在外面。我们的想不纯，有妄想，有杂念渗透在其中。如果是真是纯，感应会现起，啊，佛用真心，佛教我们用真心，用真心就有感应，啊，不是真心的就没有感应。又曰，明能开悟圆妙啊，啊，明者悟法之意，一切事物有名有相呢，耳可闻谓之明，眼可见呢谓之相，闻物体之名，便心浮现其相。下面举例子，宝树说法不离名句，一名能令人开悟啊，故称微妙。如是微妙法印，故事闻者能悟深远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闻法开悟的人很多，最明显的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啊，因为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他听《金刚经》开悟了，不是普通的悟，是大彻大悟，是明心见性。啊，那我们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悟？我们开的小小小
不是彻悟，不是大悟。那怎么办？只要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真干，什么小悟大悟都把它放掉，不要去想它。要肯定古人说的话是真的，决定不是骗人的。现在人会骗人，古人不会骗人。古人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那我们就一门选定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，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做个实验，真干。像刘素云居士一样，能一天把这个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30遍。天天不间断，不要去理解它，就是老实念，句句清楚，没有念错字，没有念颠倒，一天念30遍，念10年，看看你开不开悟。念熟了，你就能背诵，能够背到一个字都不漏，能背的时候，这五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大概40分钟，这是修定，修念佛三昧。得定之后，继续不断再去念。不定在什么时候，一下开悟。慧能大师要没有定功，他怎么开得了悟？他的定功在哪里修？在聪明那里修，在破柴那里修。聪明一心聪明，没有二念。破柴的时候一心破柴，没有杂念，那修定呢？修定什么方式都可以，我们经中用念经这个方法修定，决定往生。那么得定开悟，这是你功夫成就的收获。没有这个功夫，也决定往生净土。这个法门的利益太殊胜了，太无比了。到什么地方啊都找不到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知道之后最重要的，我们要真干。
如法修行。纵然我们做了业障太重，啊，欲缘不善。什么叫不善？缘度了大现场，叫你功夫不能继续。啊，现在大概缘最多的就是手提电话。啊，时时刻刻把你功夫打断。啊，那么要真修行，这个东西要丢掉。啊，所以为什么真正修行人找个山洞里头？啊，四周围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。有人你就有关爱，你会常常想着他。没有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现在还有不少人住在山洞里头，有些洞是天然的，有些洞是自己挖的。他不跟外界接触，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，没有念头。啊，他们修什么，用什么功夫，我们不知道。佛的法门太多了。啊，我们用他们这个环境来念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所以修学的环境太重要了。那么在国内中国其他地方护法找不到啊，我想干没人护持啊。啊，如果到斯里兰卡修行有人护持啊，你在这里挖个山洞，这个地区的人知道你在这修行，他们统统护持啊，护持怎么护持你？他们懂规矩，不会跟你说一句话。每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把你所吃的东西送给你。吃完之后，他来收。啊，这真正护持啊！啊，他来跟你谈话，来跟你聊天，那就大现场了。把你功夫破坏了啊！虽然那边懂规矩啊，你是真正修禅定啊，绝对不会干扰你啊。你需要的东西日中一时啊，这一餐他会做好送来，准时啊，因为他知道你过午不食。那能不能成就呢？实际上还是在自己，不在外边。啊，大乘比小乘难修，因为大乘在众缘众多缘聚的时候，他也能够得一心不乱，这个呢？小乘是离开一切这些障碍，他得清净心。大乘是在热闹场所里头，他成就清净。大乘比小乘难多了，大乘的成就非常可贵啊，不是小乘能够相比。小乘成就是阿罗汉，大乘成就是佛陀。
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